好，亲爱的粉丝们，下面我们直播的是跟中奖粉丝抽奖中奖粉丝的比赛，现场直播的啊，所以说希望大家认真观看。现在我们开始游戏了啊，献祭阿珂没毛病。我们中奖粉丝选择的是貂蝉，不是貂蝉，是王昭君，是吧？看差了，我用伽罗吧。王昭君暗暗保佑呢，千万别来鱼，对面好刚啊。感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。粉丝突破到5500，主播就抽一个168传说品质的皮肤啊，任意挑，什么英雄的都可以，传说品质的就行。好，中奖粉丝率先拿到一血，然后丢掉了人头。我太难了。或许千年后，有人会在此留下诗篇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难道我这把评分最低，粉丝如果拿了复方 MVP 的话，也会达成他的愿望啊？好，开始撤退，收到。收到。我得打稳一点这一把。他不知道，我跟他玩迂回呢吗？保上塔，中塔就没了，完事我再回上塔。我把一个射手的责任发挥到淋漓尽致啊。哎哎，我的妈呀，这么多人。哇，这王昭君好厉害，这小姑娘连毛都没捞着一根。小明要干嘛？靠，又没我的毛，不对，给我留一个行吗，大哥？完完全全混成了打野，不对，混成了打工的了。这么打没后期了，他们没我啥事了。我的妈呀，终于捡个毛啊，不对，捡个人头啊。
太不容易了，打了这么久才捡了一个人头。哎，哥们儿帮忙来。哎，防不胜防啊，我家小明干嘛呢？你倒跟我呀，宝贝儿，你能跟着我吗？这么混就皮肤就没影儿了。大爷那么猛吗？我保护不了你，那算了，不要你了。过分了吧，小雕，我欺负不了别人还打不了你吗？不知道哥哥玩的貂蝉的祖宗吗？话说貂蝉的祖宗是谁呀？让他慢慢偷吧。撤啥？怼！这把赢了，看看粉丝是不是 MVP 啊？如果他赢的话，就满足他的心愿。看看是不是貂蝉拿了 MVP。很遗憾呢，是典韦拿了 MVP 啊。不过粉丝评分第三也不错了，我评分第四，这个小明就是一个打酱油的嘛。对，王昭君又叫错了。问一下他要什么288。大家看一下啊，28元的红包发过去了。